不要快一点。看烤肉组的虾子多么的。你要拍什么？拍虾子。我看着今天剥虾子的主角不怎么熟练的感觉。耶，好烫。有这么烫吗？等很久的无烟烤肉区。哦，有香菇。不能这样讲，让人家更不敢吃。哦哦，服务生出现了，他进来了，摄影师直接进来一块，太难闷了。有，慢点，你就下去。那个用筷子，公筷，他们是。